近期要判件的，我要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在为投手在大场面的时候，难免都会有压力，然后要怎么去克服这个压力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当一位投手，然后难免都会被打，然后不管怎么投怎么打，都会被打到，然后要用什么心，要是用什么想法去改变？第三个问题就是，什么样的训练就是让投手的手比较不容易受伤？哦，相当全面的问题，怎么样去排解这个压力，怎么样能不被打，然后呢，怎么样能让自己比较不容易受伤？那我们请来前辈帮我们指导一下。想要维中帮你解答吗？好，维中还是你想要谁帮你解答这个问题？请维中帮我们解决怎么样排除压力，好了，好不好？维中，麻烦你了。这样，你先讲，然后等一下我来补充一些我的想法。放轻松。压力了，因为我去年也是第一次丢过我从春训的时候就很薄冷的，因为我还没有丢过那么多观众的比赛。那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蛮有信心的，我在牛棚的时候我也很紧张，因为我又不知道我等下上场了我今天的状况是什么。可是在牛棚的话，我觉得把自己调整好，还是上场的时候，我就不会，我不会想太多，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跟打者之间在对决而已，然后就是不会让自己想的多啦，然后就是只有解决打者嘛，攻击好球带啊，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啊。下次在投手球遇到压力的时候，记得维中的这句话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其他教练有没有想要补充的？可以表达自己的吗？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，对吧？然后现在你可以跟观众，如果要你在这个投手球上面遇到压力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被打到了，对，被打到了怎么办？就好像不管怎么投都会被打，他不管是投直球、直插球什么球，他甚至于连挖地瓜都要被打那种感觉。我们要请继续请维中讲吗？没有，我想让说就是教练大家都开始有想法，我想让他，因为每一个人想法不太一样，所以多一些想法或许会排解一些不太一样，用很多种方式来解决。那我们就来问问各位前辈呢，每位前辈应该都有被打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们当时的心情，你们那时候被打爆的心情，还是你接下来的调试的方式？我们请每一位投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像，对啊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再怎么投都一直被打，然后被打爆，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太去想说我哪里出了问题，今天状况怎么样？那只是让自己更没有自信而已。因为可能我们只是才大你几届，然后我今天在那边跟你讲，然后讲这些话，是因为我们的初赛，然后我们有 play 过，然后打，然后进这职业比赛中，我们也是遇到很多问题。然后刚进球队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很容易。因为想说我要跑球，要求好表现，然后跑不好，反而因为你去太钻牛角尖了，然后影响你的心理，然后你身心理影响你的身体。对，其实不用去，就像伟东刚讲的，就是你去专注当下我跟打者的每一颗对决就好了。对，现在讲被打爆，怎么处理，然后当时的心情，然后怎么样很快去做调试，让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呢，可以很快的学习到。
一样啊，就是去年我第一场被打爆是我的那个球队，就是我上一支球队。我上一支球队是我在海盗队，我跟原本跟张金德是同一个球队啊，然后隔年就因为上等，因为规则五的关系，我上大一了啊，然后那时候也是第一次，那时候是没有想过那个我可以那么快的时间回到这个球场打球，可是比较特别的是，我是坐在对方的休息室，然后对到我自己的球队。啊，然后那时候因为里面的球员我都认识，我们都有一起练习过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有，我相信所有小联盟都会看这场比赛，因为我去年还跟他们一起打过球，啊，然后今年已经在当他们的对手，所以那时候很想要表现，就想要把我的直球啊完全吃出来啊，然后就是让他们打不好，让他们有压迫感这样子啊。可是我完全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策略的去丢啊，就是一直吹球速，就是直球攻球都要就是直球直球直球，连我的最拿手的变速球我都不敢丢了那时候，因为我大联盟的第一支全垒打就是那个变速球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变速球我丢的不会很差。外一个右打者，然后他是我丢到外角低球啊，然后他一只手这样拉，然后拉到左边的杆子，然后我是整个吓到，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对自己说欢迎来到大联盟，对吧？对，他那个一只手，因为那颗球真的是我可以说的我靠他去美国的啊，然后他这样一只手这样抱，就这样全打我的大联盟第一分就是那个打者，对吧 ？David Sanchez。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慌掉了嘛，因为我一直想要解决打者啊，然后我投的节奏越来越快了，就完全没有在分析。我也不知道现在是第几棒了，因为我知道那一局结束的时候，我才问我翻译说，我刚丢，刚才是几个人？我丢几个人次？然后他又说一轮。对吧？因为那一场我被打了，那一局啊，我被打两支全垒打。啊，可是我那天直球状况很好啊，然后控球也是，就是我那时候一下去的时候，走下投手丘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尴尬。然后我一直低头啊，然后到休息室的时候我也在低头啊，然后是一个老将跟我说。我说他说你的队友还在比赛，然后把头抬起来这样，啊，然后他说，啊，然后他赛后的时候又把我叫到旁边跟我说，来到这边就是这样子，啊，然后你明天还有比赛，说不定又要叫你投，你要怎么面对？对吧？我是因为我的经纪人跟我说过，球技中就像是在很像马拉松啊。因为有累的时候，有上坡嘛，上坡是你累的时候，也有下坡你轻松的时候，所以就是，但是你就是要持续去做去投啊，然后就是，重点就是不要放弃，就是，怎么讲啊？不过这一段真的让大家获益良多，这也是呢，就是维宗呢在大联盟的第一次被打爆这样的。